电热可轻加层锅，采用380伏电压，通过电加热方式加热夹层锅中的导热油，提升锅体受热面积，温度更加均匀。机器采用微电脑控制，可设置0至299摄氏度工作温度，工作时间可根据需求设置。锅体采用304食品级不锈钢一次冲压成型，搅拌方式采用直立式垂直搅拌，搅拌效果更易于观察。配合五片弧形活动搅拌锅铲，使锅内无搅拌死角，搅拌效果均匀。锅体可倾斜设计，有效降低劳动强度，提高生产效率。广泛用于食品加工或大型食堂的罐头、卤味、炖肉、熬汤、烧菜等。